而他最大心愿是和刘雨昕一起跳舞。来，兄弟长，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心愿卡，请看大屏幕。是 Raceball 的心愿单啊，最重要的事情是尝试如此多的挑战啊、嗯。最遗憾的事情是第一轮没能拿到红色毛巾。最好的朋友就是涂鸦喷漆那支舞蹈的南瓜车组合，而他最大心愿是和刘雨昕一起跳舞。来，兄弟长。来。谢谢雨昕队长，哇，谢谢谢谢，厉害，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两位的心愿，我们看一下，哎 ，Hilco 最骄傲的事情是穿高跟鞋 battle， 呜，最遗憾的事情是作品里没有大胆挑战自我，最好的朋友 Deacons， 哦，走，最大的心愿再次参加这节并且入决赛啊，哦。我们看看八度的最骄傲的事情，在节目中经历成长，挑战自己，改变自己。最好的朋友南瓜车，最大的心愿，希望继续成为更好的舞者，让更多人喜欢跳舞。哎，其实回想一下整个节目参加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也经历了很多很好的回忆和收获。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选择继续努力，成为这一生中都看到非常优秀的舞者。那样去成就自己。はい、日本から挑戦しに来て、すごい大変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すごいいろんな経験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本当に SDC で人に伝えるアイデアだったりとか、例えば道に迷った時とかに、こう安全な方じゃなくて、ちょっと挑戦の方を選んだ方がいい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一番言いたいですね。またこれを機会に。頑張ろうと思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再次感谢，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谢谢。谢谢